选择一款 SFA 搅碎机，在这里安装卫生间就像这样简单方便，连接小口径排水管道，通上电源，添加卫生洁具，连接到供水系统，这样你就能有个很好的淋浴房了。此外它随处都可以使用，甚至是在地下室。没错，有了生力泵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厨房。